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三角形 ABC 中啊 ，AB 等于十，啊角 A 这是60度的，60度，他要你求这个三角形 ABC 的面积，他要怎么办哈？我现在给他做垂线啊 ，BD， 做垂线以后这60度，那这就是30度，啊这90度嘛，所以哈这个是十。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我看哦，这个是等于那个，这个是等于5啦。那等于5以后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10啊。这是5。这是高，那这个不晓得。哦，他说 AC 等于6，AC 等于6的话呢，我没有写上去。就 AB 哈，等于10啊，那 AC 呢，等于6。说 AC 等于6了，这已经知道等于6了，那这样我就求高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。一比二比根号3嘛，所以这里是5，好，那一比根号3，所以是5根号3嘛，好，那我就底乘高除以2就可以了，底是6嘛，底乘高，高是5根号3，啊除以2，23得6，35 15，所以呢是15根号3，所以这里答案是15根号3。